神奇动物在哪里？啊，神奇肌肉在说里。六六六，这作者取名字取得挺有意思的。场上有四个爆炸结果，传送带上全是大蒜。他局就来了两个别有僵尸，还好我提前布好了气球阵。不过感觉有点浪费，这么多气球才杀了两只僵尸，后面来的这些咋个办哦？虽然有一个能量洞，但是怎么还有鸡贼啊？感觉已经有一点守不住了，用大招。这大招用了，感觉死得更快了，而且大招反应巨慢。我还被鸡毛吃掉了脑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把气球放在后排，看能。受折磨的朋友们可以去玩一下，我就不玩了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给小蛙三连哦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